沙包挑战者是由1713 DNF 专区举办的全职业30秒极限输出测试活动，主要想通过活动给玩家提供当前版本角色输出能力的参考。活动会根据参与玩家装备的平均增幅强度分为 AB 组进行同职业的对比，如果同组同职业的总伤害相差在5%以内，则将会按照自身附魔分数来进行再评估，附魔分数低的角色将会胜出。我们为每个职业的 AB 组的前3名玩家准备了 QB 奖励，并且将会为优秀的挑战玩家制作本系列视频。更详细的活动规则以及参与方式内容，请前往1713 DNF 专区进行了解，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活动帖查看详细内容。